看这个寄送第八首，接着看，处处皆有摩尼聚，光阴遮然无量种，门又随方随方向间开，洞玉庄严极殊丽。这是六句种种庄严里面的几庄啊。处处皆有摩尼聚，我们世间一般人讲的七宝，无量的珍宝啊，摩尼是一切珍宝之中最为贵重的如意宝啊，光阴遮然无量种啊，从薄放光，佛国度里众宝啊都能放光，不像我们这个世间呢，六道，世间六道里面，众宝光明都是反射光，而不是自己放光。啊，尤其是欲界。门是门户，又是窗户，随方相见开，门与窗排列得非常整齐啊，这个相见就是排列整齐，图案非常之美啊，洞玉庄严极殊丽啊，洞玉是指宫殿房舍啊，一栋一栋啊，都极为疏离，疏是疏神，壮丽下面第九首，如来宫殿不思议，清净光明居中相，一切宫殿于中现，亦以借由如来住。这一首特别的赞如来所居的宫殿，在诸大菩萨宫殿之中显得特别的殊胜，不可思议，清净光明居中相。清净是德，光明是慧，居足无量无边的相好，一切宫殿于中显。这个一切
就是前面所讲的十方三世啊。诸佛菩萨包括一切世间主的宫殿，在这里面呢，通通都能显示出来。清凉大师注解里面，极上注言，上面所说种种庄严，每一种庄严里面，自自然然呢，显示无量无边的庄严。就像佛经里面呢，常常举大梵天的罗网，他罗网之中啊，垂施无量无边的摩尼宝珠啊，摩尼宝珠互相应现，那摩尼宝珠就像水晶球一样啊，啊，这一个宝珠啊，许许多多宝珠那个像啊，都照在这一个宝珠上。无量的宝珠互相的应现，这个境界重重无尽的啊，宫殿显示重重无尽，宫殿里面都有如来坐在那边。实在讲呢，就是诸佛菩萨讲经教学的场所啊，彼此互相引现，显示出重重无尽的法界。这是信德不可思议的业用。那么这些经文我们读了，学到的是什么呢？啊，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感受确确实实，就像经上讲的，不可思议。心量自自然然就脱开了啊，也能像诸大菩萨一样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，体会到虚空法界是自心相。不是别人的，就是自己的真心本性，而刹土众生无量无边的恒沙刹土啊，刹土里面的众生那就不必说了，真的是无量无边的
是自己的自身相。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字体，这是事实真相，不能不知道啊！应当在这些经文当中体会的。可是我们知道，六道凡夫啊，迷失自信太久了，把这个事实忘得干干净净。随顺习俗的污染，升起无量无边的烦恼习气，而将本有加增。丝毫啊，没有感觉。这是佛菩萨在经论当中常常感慨地说：“可怜明者啊，佛菩萨虽然怜悯。”也想方设法帮助你回头，这个事情难，难在迷失的太久，迷得太深，唯有上上根人一接触，他就明了了。这回头容易啊，中下根人难啊。啊，因此，佛陀的戒引教化了，这才有无量无边的法门，但是诸位一定要晓得，法门再多，总的原则就是清净光明居众相，相是现象，众众多啊。无量无边啊，什么样的相是如法的实现啊？我们现在讲啊，正面的实现啊，什么样的形象是正面的实现？这个记文里面清净光明，与清净光明相应的就是正法实现，就是如来实现。
或者呢，我们说随顺性德实现都可以。众相不具足清净光明，那是反面的实现。反面实现是什么呢？在佛法里面称之为魔的实现。魔实现里面，如果我们细心观察，很容易发现。魔实现里头有欲望，会引起你贪嗔痴慢的烦恼。他那个境界一实现呢，会把你这个引起来，引起你贪爱，引起你嗔恨，引起你愚痴，引起你骄慢。那这种现象呢，就是魔的现象，我们不能不认识清楚啊。大多数众生很容易啊堕入魔掌。什么原因呢？里面有烦恼习气，外面呢妖魔鬼怪这么一诱惑，自自然然呢就走了，跟他去了。跟他去，好像现在啊，他尽情享受。其实，那个享受啊，我常常在讲习里头比喻的，那是吸毒啊，那是打吗啡呀，它是那一种的享受。果报呢，决定在三途。所以他的享受啊，是乐尽苦来啊。那个乐非常非常的短暂，苦就太长了。我们不能不警觉，不能不辨别清楚。如来的实现呢，就不然了。如来实现呢，是真明，是叫我们苦尽甘来。先前我们的生活过得苦一点，后福无穷啊。往后是大福报啊。你看这两个强烈的对比啊。所以诸位同学必须要记住，我们自己在这一生短短数十年当中，表演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？起心动念是心意的现象，言语造作是我们身体的现象。现象不外乎身心啊，身心互为影响啊。觉悟的人心影响身
啊，迷惑的人身影响心，虽然是交互，这里面依旧有差别。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知道啊，怎样去表演呢？怎样塑造自己的形象？是以如来为榜样，还是以魔王为榜样？不能不清楚啊！学佛要肯定佛法的真实，佛法的殊胜，根定如来啊，向诸佛如来学习，决定没有错啊。现前物质生活苦一点，这是你初学，你得感触啊，穿的这一身衣服几千年都没有变化啊，这个世间现在不但是女装啊，男装也不例外，花样层出不穷啊，时髦啊！我们的穿着古板，啊，但是你要是习惯了，要是觉悟了，古板有古板的真善美慧呀，世间这许许多多时髦的东西，你要是很冷静的观察，比不上那些古板。古板里头有味呀，有乏味呀。你能不能在这个里面看出真善美慧？啊，长袍大袖啊，啊，一般也称为圆领大袖。这种衣服穿着在身上，全身放松啊，合乎自然的大道，养生之道啊，身轻松，没有压力，心清净，也没有压力，这个生活多自在呢！啊，我们现在看一些时髦的装束，衣服完全贴在身体上，贴得紧紧的，动弹不得，那个衣着给身体带来很大的压力。哪有这种
穿袍大袖来得舒服啊。啊，说实在的话，中国人啊，我们说古时候的中国人真有学问的，优秀呀，懂得养生之道，懂得过真善美慧的生活啊，现在讲艺术生活，反而现代人不知道艺术生活，不懂得啊，艺术生活决定是清净光明居中相。一切宫殿就是一切场所，一切时一切处都显示出来啊！啊，夜夜皆有如来坐，不是讲佛坐啊。夜夜皆有如来坐，就是夜夜众相之中，你都见到真如法性。即使依报最小的微尘都不例外。再看幕后一首，如来宫殿无有边，自然觉者出其中，设方一切诸众会莫不向佛而来集。啊，这第一句场地啊，道场没有边际，宝座啊，如来的四字座宝座没有边际，宫殿也没有边际。还会大众还是没有边际，不思议。自然觉者出其中，这个自然觉者是佛性，是真佛，是自信本具的般若真智啊，大觉。在哪里？也是没有边际啊！就在这个场地，就在宝座，就在宫殿。设方一切诸众会，说设方必定包括三世，啊，说三世啊，不离开设方。设方是讲空间，三世是讲时间，时空是一，不是二。一切诸众会，这就是把事出世间所有一切的
聚会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说聚会比较容易理解。在佛法里面，这个众会两个字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团体。四个人以上在一起聚会，就称之为众。团体里面最小的家庭，最大的，在佛经里面讲呢，刹海啊，华藏世界，那刹海啊，这最大的。说一个小，说一个大了，当中全部都包括在其中，一切不分地狱，不分族类，我们在华严经上完全看到。同僧众里面，我们看到的三类菩萨，普贤菩萨、同明菩萨、义明菩萨，一生中里面太多太多了三界二十八天还有无数的杂神众，把所有的动物、植物、矿物都说尽了说山有山神，海有海神，河有河神，无一不包啊。树神、花神、草木之神，这些都是属于十方一切众会。莫不向佛而来集，这个地方就不能用如来了。如来是说的信的，是说的真信的。佛呢，这是真信现象，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，现身说法了。这个幕后无手说的是教化众生啊，诸佛如来、菩萨摩诃萨
他们的大事业。法华经上讲的大事因缘啊，这个地方我们不能不细心去体会。在这个五首偈里面，从设法普现变化云到这个地方，莫不向佛而来集。五首二十句，说明诸佛如来、菩萨摩诃萨他们对一切众生的恩德，我们说恩德了，在他们呢，他们连痕迹都不着，也就是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。教化众生的事业是自然的，是本分的。佛经里面常讲的法而如是啊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凡夫看到他们的行业，当然感到不可思议，常常问他为什么是这样做法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好心对我？我们反过来怀疑，他有什么企图？他有什么目的？这是以凡夫心呐，测如来意也，错了。如来没有心，如来没有意。如来处世待人皆无，向来就是这个样子吗？这是正常的吗？由此可知啊，我们六道凡夫啊，迷得太深了，迷得太久啊，把什么呢？把反常当作正常，谁对谁会用真心？都是用虚情假意，这叫正常。如果遇到一个人用真心的，这奇怪了，他肯定有目的，他一定有企图，我们小心防范，把正常当反常，然后才晓得佛菩萨教化众生是多么艰难啊。我们世俗人常讲的好心招恶报啊，佛菩萨好心啊，众生对他是恶报。这个原因就在众生心目当中，他的思想、他的见解、他的言行都是反常的，我们不能够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
我们将来在菩提道上跟诸佛如来一样会遭遇这些境界啊，遇到这些境界呢，我们就明白了啊，古佛如是啊，我也如是。这里面就要有善巧方便了。善巧方便就是智慧啊，所以我们要没有实智，没有全智，跟一切众生往来，那就非常辛苦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很容易退转。许许多多发菩提心的人啊，不教化众生呢没事，一发心教化众生呢，不久就退转了，退二乘地啊。啊，什么原因？现在我们明白了，我们搞清楚了，诸佛如来是怎样教导我们的？教导我们永远不退转。众生确实难度，像《地藏经》上所说的，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。我们今天来到阎浮提，知道这个地方众生刚强难化，我们到这里来是行大慈悲心的，帮助苦难众生的，教导他们呢，那自己要不受辛苦，还不是普通的辛苦，吃尽苦头，还不能叫一切众生咕咕求，你再晓得这个事情多难，吃尽苦头啊。有部分众生觉悟了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，我们不要以别的为例子，以舍卫国为例子，佛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的时间相当长，由此可知这个地方法缘殊胜啊，经上记载啊，舍卫大臣当年是一个很大的都市啊，居民有十万人啊，古时候的人口没有现在这么多啊。那个时候十万人的都市就像我们现在几千万人都市一样啊，大都市啊。佛在这个地方常年讲经说法，舍卫大臣的人有三分之一见过释迦牟尼佛，三分之一见过释迦牟尼佛，未必是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。亲近释迦牟尼佛，
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，跟释迦牟尼佛学的人并不多啊。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曾经听过释迦牟尼佛这个人的名字，没见过面，同在一个城里头啊。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连释迦牟尼佛名字也没听过，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众生难度啊！即使现在我们把这个讲堂利用高科技发射到卫星，全世界各个地区都能够收得到，都能够收看，他不肯打开频道吗？不想看你这个节目吗？有多少人呢？我想至少有三分之二啊。对你这个节目没兴趣。我这个比例是假想的，事实上恐怕能收的，偶尔收的，顶多只能占十分之一了，十分之九的人不看这个节目。要真有十分之一了，这个世界的灾难就能消除。十个人当中一个人有福报，这一个人有福报啊，那九个人都沾光。灾难可以减轻，可以延后，这是肯定的。这些人有善根，有福德，莫不向佛而来集。所以现在在这个世间弘法了，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啊。我们同学特别是发心将来要弘护正法的，说到弘护正法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对于佛法不明了，谈不上弘护啊。佛法是什么？你一无所知。佛法的殊胜功德利益你毫分都没有得到，你发心弘护佛法，那才真奇怪了，真值得人怀疑啊！你是什么动机啊？你是什么目的啊？你是什么企图啊？真值得人怀疑。
如果对于佛法明了，深入经藏，你来护持，我们听到会点头，会赞叹，还会全心全力的帮助你。古时候，即使是帝王护法，没有不听经的，没有不修行的。帝王常常宴请高僧大德到皇宫里面去说法，去教学。让这些大臣甚至于后宫的后妃宫娥都有学习的机缘，帝王这样做法上行下效啊，地方政府、省市县长也常常礼请法师啊，到县衙门里面来讲经说法。或者在这个县市一个地区找一个大的聚会场所，一年总得办个两三次，大规模的讲经教学的活动，这是对广大群众的。少数人修行的，那无论是在家出家，每一个道场常年不断啊，知道佛法好处的人，他的方向，他的目标都在佛道场。这个里面有老师，有善知识，有同学，好的同参道友。许许多多道场都是专修专护，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专科学校，这个里面东西精纯，天下的学人如果是想学某一部经典，打听一下哪一个道场专修专修，就是这个专科学校在哪里，你到那边去。那是你修学的处所。我们在古德看到这个参学，老和尚常常说你的因缘不在我这个地方。你在某处某一个法师，你就找他去。他为什么知道呢？那一个法师
专学某一部经论，专门依照这个经论的方法修行，他是专家。我这里学的法门跟他不一样，你想学这个法门的时候，到那边去指点他了。法师法门互相配合，互相合作，教化不同众生。